期待你的演出啊。 OK， 晚上见。有请知名艺人孙坚。我还得唱票，你真的不容易。好，欢迎孙坚。对呀，还得我说，反正跟他有关系都得我说，上次他结婚也是我说。Hello Hello， 来这边请。你啥情况？你就请。来，我们正前方。来，然后左边。开玩笑吧，秀得多久啊？来，我们左边。啊，然后右边。然后右边。你好像特别不听我话。开玩笑开玩笑，大家都想拍到。三二一，正前方，再来一次。 OK， 好，来，请我们的李小姐送上我们的签名笔。好，帅的，快来这边请。你好你好你好，好久不见好久不见。 OK， 平时都喜欢穿什么样的这个服装？我其实还挺多变的，就是不同的场合喜欢换不同的服装，这样子也是心情会不一样。生活中我喜欢穿帽衫，哎，就是那种很大的帽衫，然后穿得很舒服的。你好像穿那种帽衫也很帅气很漂亮，看到过很多街拍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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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所以因为我生活中还是以舒服和简单为主。非常好。那平时因为活动已经穿的都很正式了，对吧？所以大家应该平时生活中都喜欢穿的比较休闲一些。那今天有什么样的话要送给两位哥哥的今天的大喜的日子的大秀？对，两位哥哥对我平时帮助还挺大的，因为帅哥还有一次我有个忙也是需要他帮助，他们都是生活中就是很乐于助人的人，所以在今天他们的大秀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来站台的。所以也希望你享受今天的秀的同时，不要忘记多给他们做宣传。没问题。